偶像的魅力有多大，业者抓准了年轻族群的心理呢，在网络上推出了这个噱头，让歌迷帮艺人罗志祥来填词，如果票数第一名的学校呢，就可以请到罗志祥到学校来办演唱会。这下不得了，全校总动员，大家24小时轮流盯着票数，非常紧张，而且我们一度都抢五票，很怕小鹿没有办法来我们学校唱歌。离比赛结束倒数就剩10天不到了，所有同学不敢松懈，顶着电脑全力灌票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他。轻轻看着你背影，就足够世界无条件的放弃。看着偶像魅力，业者拿罗志祥当噱头，举办填词大赛，只要帮罗志祥的歌填上新歌词，网友投票第一名的学校就能请罗志祥本人进出校园办演唱会。小猪新专辑这首歌为了代言改成这样唱。歌名改歌大 PK， 发挥创意，有人改成努力不懈是小事，小猪能赢是乐事，还有男同学改成连赢抽了恐龙是小事，发现他有正妹好友是乐事。怕你不知道兄弟为你撑腰，不只要比填词功力，更要发动人海战，全力投票。康宁护校和新生护校两大未来准护士们抢得最凶，号召全校轮流上网投票，连半夜里也有人排班盯着最新票数看。 BB 两所护校，康宁有2500人，新生4300人，人数本来就差距将近一倍，但康宁硬是把票数差距拉近到1000票以内。业者搞噱头拼人气，果然抓住了学生这群消费生力军。新生是小事，康宁赢了是乐事。中天新闻综合报道。提到今天报，很多人想到台中那个大酒店。